这是咱们第一站，重庆。让开，我是妈妈。我这是谁？爸爸都把你带身上。他上学了，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？哦，现在很执拗，但大部分的时候都很乖，但有性格了，就是有自己的想法了。沧海一声笑，滔滔两岸潮，浮沉随浪迹今朝，苍天笑。OK。这个 S 嘛。我和盖哥都写字。走吧，走。Joy， 大家知道我是从这里走出去的，对，所以很多时候每次回到重庆来，我会抑制不住，就是自己心头那股冲动，因为看到大家的时候确实真的很开心，你们开不开心？你们唱。再次感谢重庆，真的很爱你们，我爱这座城市，祝大家节日快乐，我永远是那句话，飞少爱你们。哎呦，现在时间12:47，我们刚从重庆演完那场演出落地南京。然后赶4个小时的汽车到这个地方，然后睡2个小时，这样就是。我今天这算是起了个大早吧？还行，其实对我来说就早了2个小时。今天是5点多起，4点多醒的，喜欢把自己。所有事都安排好，因为我从来不喜欢迟到，但我可以接受早退，不论干什么都不要迟到，我最讨厌迟到，无论是自己还是别人，咱绝对自律，对。下面请欣赏盖哥版背叛情歌。DJ 是吧？原来都是他们去到哪儿唱到哪儿，就什么都没有，没有吧？什么都没有，太屌了我们团队。来个太阳升起，月亮很强，众人心。
天惦记这碗饭，觉得你够胆，那就带出方法过来试试看。翻完天地摘星辰，让我众人不自刎。平步青云，你还真以为靠歌词说得狠？够你学的小崽，别整天瞎操心捣乱。若是真有麻烦要解决，我只用两手腕。再次感谢今天晚上到场所有的兄弟姐妹，所有的朋友们，所有的，把你们最大的尖叫声送给你们自己，好吗？来一次尖叫声，我们送给全场所有的安保人员、工作人员，他们很辛苦，好吗？江湖儿女，我们下次再见。亲爱的八哥。不要送给放松啊，放松，你是不变的，我还害羞。老子在街上横起走，有点压。压。怎么办？还是压的。还在最高点，人民他们能褒贬，留不下的早走远，那就可惜菩萨显灵，天命沦为三生有幸，幸福过难过眼眼云，要往上走我一直坚信，时间正在一晃眼，依旧还在最高点，人民他们能褒贬，留不下的早走远，那就可惜菩萨显灵。让你们度过一个非常开心快乐的假期好吗？把尖叫声送给你们自己，随手带走之前的垃圾，江湖儿女，下次再见。又当制作人，又当 DJ， 又当白卡，是什么感觉？我反正多功能型发展嘛。一切都是为了盖哥，为了 DMG， 那看我这个嗓子，低沉而性感。对对对，前面前面差不多。哥，下班的感觉怎么样？话都说不出来了。连续三场背靠背，还好。几牛？哦，八中，这样。